期望受了提醒，我独特个性你从来都不关心，话都对你说我承诺，我从未感到失落，保持清醒面对这一家，总会在何时收降临。我还说蛮累，别人我就管闹，不要心里像冷漠，但内心保持炽热。三 D 公司的宗旨，指引我生活，一起解忧，一起解难，一起受苦。卑微小马来到这里，坦然接受，一起洗礼。网络上写我的故事，别有太多逻辑。世上那点时间，让我颠覆那些刻板印象。想见你，奇葩装进你回忆里。你相信永远吗？我信，会努力塑造角色陪伴你。拼头从烂到一盖亚，天气终于被寻找。真实梦想，渺小的我，点燃心中的火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的 special 早已引人注目，不是一张破塑料板就能随便拿来马虎。此时此刻，我在最狠的战队。What's your name? Everybody say.We can show it. 最渺小的我，最卑微的梦，我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的不同。其实如果对你不公，别计较太多，走吧，暴风雨后的彩虹，也许会落。谢谢，让我们感谢赵薇导演、剧组的演员。